武汉肺炎席卷全球，立委陈玉珍特别商请旺旺集团董事长支援一台水神抗菌疫制造机，来金城镇的服务处免费提供乡亲清洁环境消毒防疫用。一块可以领，就是可以领一千 CC 的，就是一公升的，对吧？哈，可以领一公升。那个水神的效果就是比酒精还不会刺激皮肤嘛，哦，不刺激皮肤，然后它是一种抗菌液嘛，对环境维护啊、清洁都很有效果。对，那如果李长官有需求跟李林讲话，可以帮忙那个，我们就可以对来取关。好，哦，这台我们感谢这个我们这个旺旺集团的蔡英文董事长，他捐助。陈玉珍和乡亲共同携手对抗疫情，让大家有信心做好防疫工作。期间呢，大家对这个防疫的各项物资啊，都非常的重视。那我在那个媒体上还有各界的报道，有看到这个水神这台仪器非常的好用，于是我就主动联络了这个我们蔡董事长。那蔡董事长就是二话不说，很慷慨的就马上答应说愿意提供这个机器来到金门来，让我们一般乡亲也可以普遍的、广泛的这个使用到这个水神哈，让大家可以更一起努力，一起努力来那个抵抗这个疫情。水神这个抗菌力，这个需要保存是要在不透光的情形下保存，效果会比较好，所以希望民众可以携带不透光的容器。那我们每天开放给50位的民众，在每周1到5的下午2点到4点，欢迎民众自己携带不透光的容器来这边取用。那每一个人可以取用一次，可以取用1000cc。回去以后的话，就是可以做擦拭啊，擦拭一些环境啊，然后这个它有消毒的效果，然后它是又比酒精好，它是比较没有刺激性的。擦拭环境啊，整理环境啊，然后对于比较可能觉得有细菌的地方，它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特别的这个除菌效果，那就是帮喷洒桌椅啊，环境啊，清洁环境啊，非常好的效果，大家一起来防疫。陈玉珍也表示，目前水神的制造量有限，初步规划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2点到4点，每天供应50人，每人限量1公升。有需要的民众可自备干净的不透光的容器来灌装。